全军出击！哼，一星大虫子，一星大虫子。哎，你说这种往外边长的牙，你说这个牙有什么用呢？翻着长，吃东西还硌得慌。我已经跟这合为一体了，保护色。刺儿，我不住在床底下，所以这奥恩挺细节呀，要打多兰顿啦，刺儿。哎，想打装备，打装备你就得丢兵，我跟你说。沉默，我先看看来没来人。起，沉默。刺儿，起，沉默。10个刀，我们22个刀，慢慢推吧。你真猥琐，所以我决定吃你一个爆破。再见，刺儿。沉默，这回应该能打了吧？哎，算了，咱再不打，我药儿不吃了，真的，我吃药儿没用。沉默，刺儿起点烟，刺儿飘亮堂堂。沉默，平给，刺儿吃饼干，刺儿起飞。你们这些生物真难看。还有药，算了，回家了。我是不打了，我要停，我不停，我为什么要停？我马上升6了，我停什么停？哎呀呀呀呀呀呀呀！我停吧，我可以回血。你能吗？马上我能吃人了啊！我告诉你，平为，哎呀，都不行了，不行。我操！
我要吃它。啊！我饼干都吃了，我饼干，哎，这怎么刮着的这？刮着我尾巴了吗？这不应该刮着我呀，这。我这饼干都吃上了，打了我80滴血就把我打死了。早点吃饼干，不到最后一刻是不能吃的，确实有点小亏呀。我先给他打上300滴血，我康仓一个咬直接把他咬死了。他吃了个药呢，没打到呢，老徐那点血。这波羊没吃着，哎呀，哎，谁来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20秒能吃羊啊！我们先不要打他吧，打他他就回家了。哼，我要吃羊了啊！8秒钟。不能飞我吧？应该。咦，沉默，刺儿吃，没吃死，少了一层，血亏呀。回家了，冰泉够不？冰泉这么便宜啊，冰泉好便宜哦，1700块钱就够了。这皮孩什么时候给我呀？还给不给我这皮孩了？9分50，10分30给我们。有没有感觉这个皮肤吃人好像吃的快一点？给我皮孩了，可以啊，沉默。应该先吃谁呢？沉默，完了，飞过，快跑！哦，沉默，起。
是有闪现吗？这是？哎呀！还想回家？给你美的！我能回血，你能回吗？左边是不是有人？起含羞蓓蕾，含羞蓓蕾呢？蓓蕾呢？来吧，蓓蕾，蓓蕾没了。找我也不跟我打，不行我就吃吧。我也不吃他人了。沉默，算了，回家了。要不要先来个水银海呢？先来个水银海吧。下落塔都没了，我这还没发育起来塔就没了。维鲁斯七杠一了，维鲁斯，维鲁斯，我们下路走一波吧。扛他一波。小心左边啊！算了，身为一个大虫子，就不要乱走，走也没意义。省得小老他妈搁这拆我的塔，烦死了！你咋的呢你呀？啊！你给我起来！你大爷！我这回个小家，这家伙给我塔皮吃掉两层，把你皮给你扒了，我把你皮给你扒了，我让你跑，你给我起来。我告诉你啊，含羞蓓蕾，你给我注意点，沉默，闪现，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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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！我注意点。家伙，下路传来捷报啊！还得来点魔抗，先来个冰心，再来个振奋，再来个反甲，最后出一个巨酒，可以了。这把不用单带线，我们还是一样啊，先带一带。也不用太着急去帮他们家的下。但这一波如果再不去的话，这就出现点问题了。
就得回家了。先出守望者铠甲，漂亮个牙齿。看看能不能把布隆给吃了，等个三秒钟啊！起，沉默，吃。哎，如果布隆举盾了，我吃他也有伤害，是不是？我刚都害怕，我都怕那布隆。刚才举盾了，我一口吃，这吃没掉血的。干啥呢呢？小小 ADC， 简直狂妄啊！啊，有这么狂妄吗？我追，我跑的能不能再快点？十个小兵。这局需要板甲，那没法除啊，那咋整？那要么就振奋，不行，你得要减伤。都啥年代了，这不减伤不要那能行吗？那指定得要个板甲，我们血越多，他打我越打越疼。他把谁？漂亮亚索，给我起立！沉默，刺儿咬。哎，这个大虫子这个吃，我跟你们说，真的比那普通的皮肤出手快。它是顺发的，别的普通大虫子还得读个条，我感觉好像。起立。老山羊往哪走？走吧。这边不行了啊！快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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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维鲁斯来了！维鲁斯，维鲁斯！哎呦我！闪现残面，吃！起！残面，你跑！我今天就要吃鹿肉。完了，没抠着，抠的那抠歪了。哎呀，漂亮！哎，咱可以打个大龙啊！让我吃一手。啊，慢点打，慢点打，慢点打，三二好，尿尿尿，差点钱呢，差了
164。啊，怎么回事？见面就大。梅鲁斯这是急了呀，这梅鲁斯。好，回家，钱够了，出振奋呢。寒冰真是的，还非得要整个蓝 buff。 维鲁斯打人不掉血，现在打我掉血主要是这小鹿，你知道吗？点什么信号啊？四个人好死吗？我站在这里四个人好死吗？你给我起，你给我起，你给我死，花沙吧你，你怎么的呀？杀梦眼儿，致命点炎，起，杀梦眼儿 ，Q Q， 杀布隆，我赢了。推高地吧，你还真让别让我抠起来，你给我死，我不把你吃了。好了，回家吧，还没到16级。下路线儿过来了，先出个提亚马特啊。这么又出什么才能打？出破败呀！上马不是我出破败了吗？那刀锋有破败，我要没出破败打不过他。我好像没有变大，我大了吗？我也没注意。你的杀机就是十加我。我应该已经吃6个小兵。我好像把这梦眼吃了，但很可惜我去不了这波。你怎么的啊？呀，没有聚酒，这虚虚不够啊。你怎么的嗯，你怎么的？我沉默，再见。好像有点沉，没弹过去。哪去了？巨型骨头蛇呀，2100。哎，我这跳弹，沉默，还有罩啊！算了，不杀了。现在这大的我都
我都不知道这沉默到底能沉多少，能沉默多远。我回家出聚酒去。这怎么给我胯下沉默了呢？你看，从胯下出来的。这回我们的虚区就高了，这有聚酒，这虚区就不一样了。死人了，谁死了？哎呦，我含羞被沉默沉到了吗？吃，现在一个吃一千多。能不能给我吃点冰？我要吃人。买个合计，别着急啊，我把这反甲出完的，差900，我们买个合计。哎，小龙，龙魂了，完了，这边死了两个，我们三打五能打不？小心点啊！三打五，我估摸着我应该会死，但是我们应该也能杀俩。哎呦，我漂亮啊，塞纳！现在是三打四了。给我起飞，走吧，沉默，起立，追山羊，把山羊吃了，吃羊，我吃，吃羊。把小龙拿了。各位观众，终极大虫子来了，一波吧，来吧，一波。没有石像鬼，石像鬼开起来就一下，石像鬼就一秒钟，就两秒钟就石像鬼。起，最大能有多大？它有上限的。起。我吃你这 ADC 山羊，再打，
那也太大了，大不大？爽不爽？叫爸爸。给大家结个账啊。